媳妇儿，我这样是不是显瘦？对，我跟你说，这视频聊天啊，你得讲究，你不能老看我，你得看上面的摄像头。你要老看我跟死鱼似的。媳妇儿，你出差这么长时间，我都想你了。嗯，你在他乡还好吗？什么歌？我不会唱歌。我是说，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还是歌？ 那这写歌的怎么把我的话都写成歌了呢？我再说一句，绝对没有。亲爱的，我想念你，我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还是歌，我没法说话了。好，这一次视频到此结束，下个视频见。 我媳妇儿出差了，她只要一出差，就跟我视频聊天，15分钟一次。主要是怕我跑了。我跟你说，也挺烦人，15分钟一次聊天，15分钟一次聊，我得抓紧时间，这15分钟之内，我得把事儿干完。你比如说什么洗澡啊，上厕所啊，要不然她真跟我直播出去，太可怕了。 你好，你不好，怎么这是我碰见的第一个人吗？苍天，你是派他来玩我的吗？我怎么感觉你陷阱玩我呢？就这么地吧，哥，我想求你个事儿。啊，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当我男朋友。什么？当我男朋友。 答应了是吧？大王，臣妾做不到。为什么呀？我直接过婚了。啊，不要在意那些细节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哎呀，没事。怎么了？顺风啊，他怎么了？他想把我啊？怎么了？他想侮辱我。 要干嘛呀？我这是想让他当我男朋友。哦，人家想让你当他那不行。啊，这是我小姨夫。不是，姨夫，你别怕，没事。等会儿啊。怎么了，小黄？小土豆是这么回事。怎么？我没有男朋友，你知道是吧？我知道。可是我骗我妈，我说我有。我妈今天非要让我带着男朋友跟她一起视频聊天。我就跟我自己说，我出门碰见的第一个人，我就求她当我男朋友。 对呀，我不就是想跟他视个频吗？我又不是想跟他入洞房。哦，这我明白了。我跟他说去，哎呀，人家不想跟你视频，就想跟你入洞房。想得美！不是，小土豆，我求求你，你亲戚，我跟他说，哎呀，姨夫啊，他就霍霍你一会儿，一会儿也不行。哎呀，大哥，就一会儿，视频结束了，这就完事儿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算了，你霍霍一会儿，你没事了。对。 我心里会留下阴影。大哥，你知道不？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这一辈子都会留下阴影的。大妹子，你不了解，我媳妇儿吧，每一次都要跟我视频查岗，对，她了解我媳妇儿。你这媳妇儿厉害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哥是这样的，我妈那视频马上就来，你媳妇那个跟我这个打开时间差。时间差？嗯，打不好呢，我媳妇儿就打我。对对，她媳妇儿脾气不好。怎么说都不行呗。那当然了。 再问你一遍，肯定不行呗。开玩笑，怎么可能？算了算了，没所谓。哎，你看那是什么？什么？哎，啥也没有。我手机呢？在我这儿呢。这他那儿呢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答应我，你一辈子都跟你媳妇视频不上。流氓！哎呀，小黄妹妹，你这就不对了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当你男朋友呗。想得美。 不是，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妈认识你。上一次你帮她提过名，你忘了？哎呀，你看我想帮忙，我还帮不上。不是，那小黄妹妹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！我不管，你拿人手机干什么？我不管。我告诉你啊，数三个数，你还给人家。1、2、3。我错了，我服了我吧，可真是你。
我跟你说，他脾气不好。我跟你说，他真跟你往地下摔呀！我。哎，小土豆，你这么一说，倒提醒我了，我现在就摔。哎，别动！我流氓！哎呀，行了，这不就想让你帮个忙吗？我出个主意行不行？你说，你这样，你把你的手机还有他的手机都给我，一会儿要是视频来了，我跟你们拍，你们两个表演行不行？我同意啊。这倒是个好办法。好好好，行，来，哎，别管了。拿过来了啊！你看那是什么？你哪伙的？我得说话算数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帮帮他吧。他这个人脾气不好，我跟他缠着你，三天两头的缠着你。哎呀，别说了，赶紧录呗。有什么事待会儿就录吧。等着吧，我妈，肯定是我妈来了，肯定是我妈来了。来，说好了的，时间到了，准备啊！来，好，坐好。我还有事。哎，录完就完事儿了啊。走你。妈，你看我没骗你吧，这就是我男朋友，自我介绍啊。大姐你好。阿姨你好。我是他叫啥？黄小黄。我是王中王的男朋友。我们在一起都好几年了。是的。管谁叫阿姨阿姨这声音好年轻啊，像我媳妇儿。媳妇儿，好啊，郭子，不是我视频查岗，你给我来这出，你这是公然挑衅呢，这是。不是媳妇儿，你听我解释，刚才我跟你视频完了以后，我就走这条道，往这走啊，碰见这个女的，完了以后呢，她就要跟我结婚，我说不能结婚，我有你，然后呢，她就说跟我入洞房，我就答应了。谁答应了？我没答应。然后呢，他就说霍霍我一会儿，然后霍霍我一会儿也不行啊。我跟你说，媳妇儿，挂了。你看，哎，我解释的没啥瑕疵吧？没瑕疵。他听了以后不会生气吧？不生气，会厌气。我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。你完成了一次自我毁灭的模式。哎，你这叫解释吗？你还不如不解释呢。我再给他打过去，跟他解释。你别打了，你打什么呀？你还打呀？你这一会儿，哎呀妈呀，又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妈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大哥，快快什么快？俩都来了。俩疯了，你先帮我录呗。我先说，我先解释。你别先，你给我，别别闹了，别闹了，你听我说。我告诉你，我出个主意啊，咱这个事儿咱不解释，不解释。对，你信不信我？信你。你什么套路？少一点套路，多一点真诚，这个事儿准能办成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那这是我小姨啊，回头小姨来了，我一会儿我就接通，我这个也接通，我让她看着直播，这个事儿她不就明白了吗？哎，我看行，行不行？行。哎呀，只能这样了。行，这么提吧。准备，你准备，快来，就准备，我接了啊。臭不要脸的！哎，哎呀，大哥，都怪我，怪我。小姨啊，你靠边，关呐！在这儿呢。不是，行，你坐着吧。不是，小姨啊，是这么着，我让你看。我不听。不是我让你看个小节目，你别说话，我求求你，千万别说话。来，让你老婆看上你。妈妈，我在这儿呢。妈妈，你的男朋友呢？你看，在这儿呢，你看。阿姨，你好。你好，小伙子。哎呦，这也不是小伙子了吧？哎呦，妈妈，岁数大了会疼人吗？不是，看着吧。什么？岁数大了。我怎么看着好像还有点不乐意似的？不是，他是腼腆型的。啊？怎么没头发呀？啊？那个清爽。嗯。哎，年轻人啊，你们的审美我不懂啊。行啊，你觉着好就行啊。这男朋友我也算看见了啊。虽然长得，哎呀，岁数吧，哎呀，头型呢，哎呀，看着。哎呀，只要对你好，妈就知足了啊！行了，找这样一个男的，你就自寻多福吧啊！哎呀，
你妈啥病啊？怎么老癌呀？啊，不是那个，你敏感了啊。妈再见。行了啊，这儿还没完呢。对，小姨啊，你看明白了不？这是我邻居小黄来打招呼。嫂子，误会了。你看啊，小黄啊，她没男朋友，但她骗她妈说她有男朋友，她妈呢又要跟她男朋友视频，所以说她得找个男朋友啊，就找我小姨夫帮个忙。我小姨夫不是那样的人，明白了不？啊，不明白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他给你解释的那么清楚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我是不明白，这么简单一个事儿，你慌慌张张的干嘛呀？我不慌张，我是怕你瞎想。你心里没鬼，你用怕我瞎想吗？这怎么就是嘛，小姨啊，我就跟我姨夫说，少一点套路，多一点真诚，这事儿多好办呢，对不对？哎，顺芳，哎，其实刚才看见你啊，我就知道刚才肯定是误会。你看，郭子，到。这次的事儿就算是划过去了，以后要是再让我发现你整事儿，你就整我。嗯，行了，今天的查岗呀，结束了。李碧，哎呀，你看，完美了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对呀，啊，你们跟我玩套路呢？妈妈在哪儿说话呢？啊，我不知。哎呦，这没挂呀，这个。啊！你给我躲开！躲开！让你躲开！躲开！你们都给我躲开！哎哎哎哎！不然又看看，我也看不见了。妈，我在这儿呢，你别生气啊，别生气。啊，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老太太是不是？你看我不是，还不是你催得太急了吗？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我说闺女啊，妈不是催得太急，我不是担心你在那边没人照顾你啊。哎，我是瞎担心。哎呀哎呀，阿姨啊，嗨。这你可就是担心，这是多余的。对呀，是小黄妹妹是没有男朋友，但有我们这些邻居啊，我们这些邻居都能照顾她，对不对？我这些邻居可好了，还有我有一大帮朋友呢，妈你就放心行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阿姨啊，你放心吧，小黄妹妹的婚事那包在我身上，我给她找个男朋友，跟我差不多。哎呀，妈还不如我呢。要这么说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好了。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哎呀，这行了。哎呀，完美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只要没出大事就行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这不就完了吗？谢谢两位哥哥。来来来来，手机。谢谢小妹妹。谢谢谢谢。祝愿你找一个特别棒的男朋友。谢谢。你也行了啊。哎呀，你看见没有？少一点套路，多一点真诚，什么事都好办。阿姨。嫂子，阿姨啊，你等会儿，我知道咋回事，你别着急啊。怎么出现我手机上出现呢？这支电话整错了。是，嗨，妈，我回来了，妈。哎，妈，哎，妈，哎，记住我的话，少一点套路，多一点真诚，什么事儿都好办。嘿嘿嘿，快乐是个宝贝。都是身边最好。